谢谢，小陈今天的调研差不多了，辛苦你们了啊！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记得你以前特别喜欢吃冰淇淋，每次吃一个还不过瘾，我还得给你多备一个。哦，年纪大了，现在胃不太行，不咋吃了。我听棉豹说今天在这调研，就叔叔过来看看。其实市场部每个季度都有消费者调研数据，你不用特意在这打工。你如果喜欢看数据的话，你就去看嘛。我有我自己的工作方式，不用你来教我。OK， 不谈工作。徐总回国之前想联系你来着，但没想到你手机号也换了。我问了半天也没找到你的。林睿，现在是2020年，想要联系一个人，怎么都能联系得上。 哎呀，这不过这也不重要，对吧？咱俩联不联系的无所谓。小谢，过去的事儿，确实，我应该就是……哎呀，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，甭提了，行吗？你能这么想最好，毕竟咱们现在已经是同事了，一直这么别扭。 你我都不适应，所以你今天来，就是主要担心这个，对吧？那其实大可不必。林睿，我觉得如果啊有的选，咱俩肯定不会想做对方的同事，尤其是现在还要一起竞争什么二组组长，挺尴尬的，谁当谁组长啊？但是已然这样了，我们就好好工作，别想太多。 坦然接受，关于这次新品调研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。希望你也一样。那咱们以后是不是可以在公司好好打招呼，偶尔一起吃个饭、聊个天，或者聊点工作什么的？哎，简总，哎，简总，这么巧，刚好在附近，顺便来门店看看。你们聊什么呢？没聊啥。嗯。 你来的真的太巧了，正好我找你有事儿。酒会那个事儿啊 ，VIP 酒会的事儿。酒会，嗯，有时间吗？时间倒还是有一点的。行，那走吧。一块回公司。哦，他还有事儿呢。我们先走吧，林睿，我们先走了啊，拜拜。谢谢啊。